一碗拉面多少钱？多大的碗呢？好、这样的，这一碗还是也是根据孩子的需要，一定要注意卫生。首先是采购一定要是合格的，没有问题，安全的。然后储藏的过程，制作的过程都要注意卫生。在这个基础上，饭菜可口，让孩子们吃的营养健康。